奇谈巅峰对决，胡荣华大战王家良，智慧之战的极致较量。尊敬的象棋爱好者们，今天我们将见证象棋界的一场历史性巅峰对决。两位象棋世界的传奇巨匠胡荣华和王家良，为了争夺巅峰荣誉而展开一场智慧之战。中国象棋这个古老而神奇的棋局，承载着千年智慧，而今天的这场比赛将成为这段智慧传承的新高峰。胡荣华和王家良都是象棋界的巨星，他们的每一步棋都如同一篇传奇故事的开篇。让我们首先来了解一下胡荣华，他是象棋界的传奇，一个经验丰富的老将，他的每一步棋都蕴含着深刻的智慧。胡荣华不仅仅是一位象棋棋手，更是一位象棋思考者，他的开局、布局和战术都有着独特的风格，让对手捉摸不透。他的快速反应和敏锐的洞察力使他在棋盘上如鱼得水。他曾经夺得无数冠军，但今天他将面对一个更加艰巨的挑战，王家良，智慧之光。而现在让我们转向王家良，他是象棋界的绝顶高手，棋局富有活力，运子出神入化，他的象棋才华堪比老一辈的宗师。王家良的特点是出奇制胜，他善于在对局中制造变化，令对手难以应对。他的中炮进攻和反攻车布局一直令人难以捉摸，他总能在关键时刻挖掘出意想不到的妙招，这使他成为了一代象棋棋手中的瑰宝。今天这场对决不仅仅是一场象棋比赛，它是智慧和策略的极致对决。在胡荣华和王家良的眼中，棋盘上的每一个棋子都是一个机会，每一步棋都是一次思考，每一次进攻都是一次决断。他们将智慧、经验、战术融合在一起，创造出棋局中的艺术。这将是一场让人屏息凝视的智力盛宴。我们将欣赏他们的每一步棋，探究他们的战术，研究他们的思考模式。这不仅仅是一场比赛，更是一堂象棋大师课。无论你是象棋初学者还是高手，这场对决都将让你受益匪浅。从开局的选择到终局的纠葛，再到残局的厮杀，我们探寻智慧之路。这场对决将是一场令人兴奋的智力盛宴，一场挑战极限的对决。无论最终胜者是谁，将军，这场比赛都将成为象棋史上的经典之作，将被世代传颂。我们邀请您加入我们，见证这场棋坛巅峰之战，让我们一起沉浸在智慧和策略的海洋中，感受棋盘上的每一分紧张，每一次思考的深邃，每一次攻守的交锋。胡荣华和王家良，两位巅峰之巨，将为我们呈现一场关于棋艺和智慧的壮丽演出，这将是你永远难以忘怀的象棋对局。
将军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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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将军，将军，将军。将军，将军，将军。将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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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将军。将军。